哎，爸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你怎么上班永远迟到啊？我这打电话呢，一会儿再来。我不是迟到，这堵车没办法呀。啊，您放心，马上就来了，别急啊。你咋？好久不见，侯总。小伟。喂。喂，爸。你不接我电话，还让保安不让我上来。 没想到吧？一件简单的快递服，加上一个过了期的工作证，我就站在你面前了。哎，爸，里边谁呀？小恩，特别意外吧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难受啊？啊，小伟，小伟，你能把刀放下吗？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好不好？好好说话，没有这把刀，你会跟我好好说话吗？ 里边谁呀？爸，我为什么不接你电话？那是因为我想让你能够冷静一段时间。等你冷静下来以后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……冷静什么冷静？我从公司带走我自己的设计方案，你说我侵权，你让我冷静？ 小伟啊，那也是你在公司在职期间设计的呀。那是我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自主设计的成果。你答应过我的承诺，你自己说，你兑现过多少？是，小伟啊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人吧，告诉你吧，人做事情啊，他的思维不能太狭隘了，你知道吗？不，我觉得一个人的心胸。 他有多大，他的成就，他就会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，小伟？已经三个月了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再聘用我。老陈，我彻底毁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背后，小伟，千万别冲动，小伟。马总，马总。 出事了，出事了！王志花，怎么了？侯总被劫持了。小伟，你千万别冲动，你听我说，你只要我能做到，我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我都……小伟，你别冲动，小伟，你别冲动。喂，小伟啊？谁？我是马勇啊。挂了吧，电话挂了。不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谈的，只要你保证侯总的安全，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的。 马总，你还真的不愧是侯志荣的半个儿子，跟你谈是吧？第一，立刻给我转账500万；第二，让他当众陆水平向我道歉，不然我现在就宰了他。别，千万别！现在公司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现金呢？啊，要不你折中一下怎么样？ 我可以立刻给你转200万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堂堂侯总的命还不抵500万？好，300万，1000万，500万，我把公司账面上的所有的钱现金全都给你，行不行？小伟，还有一件事，侯总啊。 侯总，他的血压非常的高，医生说他一点都不能激动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侯总啊，你的那个心脏病有没有犯、啊？别废话，快点！哎呀，小伟啊，我的心脏好多年都有问题，你刚才这么一吓，我心跳好快，我心脏难受啊，小伟。你装什么装？打劫知道吗？打劫！快点把钱拿来。
怎么开始？哎。 能不能给他送一杯水嘛？我喝水。你给我老实点，听见吧？那样他会心脏真的会出现问题的，就一杯水。就是我们公司的小秘书，就一个女生，你不用怕，什么事都不会有的，就一杯水。 行，就他一个人进来，如果让我看到其他人，我马上弄死他！啊！出来！谁呀？谁呀？我送水。把水放哪儿？放那儿。 我得喝水，董事长得喝水，我能不能拿给他？把水给他，快！我还得吃药，我心脏难受，我得吃药。董事长有心脏病，不吃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 药在哪儿？在那个柜子里面。你去拿，你去。啊，我拿。别耍花样。我。 这拉不拢，你演什么戏呢？你给我起来！你什么你？